会长吼，啊各位我敬爱各位乡亲吼，新华朋友大家好。今日实在是，本地有可能袂当啦，真歹势啊。因为会再临时临了讲，今日就可能规划提档吼，就随便投票。但是可能有一个规定啊，投票无够吼，真严重，每欠投一摆，毋知是罚一万块还是三万块啊。啊，今日就要投几摆吼，所以。我今尾来，我想我若加发钱，恁就替我出，所以我想我安心啦。会长替我出哈，你笑我亏了，我出伊就对啦。所以我想，我尾来感觉讲啊，这无来袂使吼，因为阵啊，我办公室主任有甲咱社会长有通电话，你讲是毋是咱换皮者？你尾来讲这可能歹话吼。对我来了，看到咱贵者，我真欢喜，第一摆来。但是这个台湾政权这个物件，我想一个国家要进步，咱各位迄个操心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每个人是基本对咱做一个国民应该尽的义务，应该最基本要去了解。一个国家的进步，甲一个迄个比较这个不进步的国家，我想伊个比较就是迄个人权迄个观念。我即摆是想真简单来，因为你互我两点真久嘛吼。所以我想讲啦，像这些两点钟的时间，然后各位看，恁心内想到一挂问题，啊，我来当替恁解答，我尽量替恁解答。但我即摆要讲的，因为迄阵用这个、用这个做文书的，往来讲要讲这个台美外交人员的体验，我想什么叫我讲的，我唔知要用什么题目。反正我家己有经过一点仔体验，我讲我是各位做参考，这是个人的体验，对唔对？这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有经过一种经验，我想从这个经验来讲出来，给各位做参考吼。因为每一个人有伊家己伫个立场看法，往往有一寡别人不一定能接受的物件。但不过咱讲有咧讲一个叫做 universal 吧，讲世界各所在大家通常会当共同接受一个价值观，这真款应该是变成什么物件？这叫做 universal 吧。我简单对这个啊，小我历史讲，大家知我伫美国住三十单，我因伫美国住三十单，所以受美国人的影响真深。人拢是受着你的环境的影响。我转来台湾，会受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这个、政府、歹政府、什么政府拢无要紧，受的伊的影响。中国人来管台湾了，咱受着中国人的影响。日本人来管台湾时，受日本人影响。我生出来时，还过日本时代，所以我生出来还过日本时代，所以我有比较日本人统治台湾了，甲中国人来台湾了，迄两段时间的比较，我有迄个比较，所以我有迄个经验。所以我会当讲，啥物人做了好，啥物人较重视台湾本土的发展，啊，啥物人比较得较重视即个生命价值等等。所以人咧还有比较才知影，所以我用伫美国住三十冬。我将咧基本观念，我稍微来甲各位啊提出我的看法。我要讲的就是讲，美国的独立宣言，咱就先来讲起。美国人搁再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但是伫1776年，美国这个牛人哦，但咱即马台讲美国国务的华盛顿对面这个牛人，因开始伫1776年提出伊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了后。大家同意，伫费尔德菲亚，伫美国一个费城呀，伫遐签迄个独立宣言，就变作美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就是伫遐1776年，咱拢也未生啦吼。有人生了，你知影？1776年哦，我嘛未生，我先接到我伊嘛未生哦。要记住咧。这是1776年哦。在1776年内底，独立宣言上个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讲人生出来拢是平等。伊就是根据讲人生出来拢是平等的这个原则，伊要建立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因为伊吼英国统治遐久，税收各方面拢无平等的待遇，所以讲讲时间到，应该因应该做拼成立一个家己的国家。所以是1776年。1776年成立了后，因刷落去，因为独立宣言的主体，伊个基本精神有了后，因这牛人就是讲，这包括华盛顿啦，包括史密斯，足侪恁台捌听着吼。这美国这先民先祖的时，因创立一个国家了后，即摆刷落去爱创一部宪法。
你国家的保险嘛，保险国家嘛，因为台湾的大汉的这保险嘛，到底是生产什么样的？无人家己的嘛，一百米的汉啊，困难起来是矛盾是大堆，含领土都无界定好势，都完全无法度通有一部最基本。你这美国讲这是 Supreme Constitution， 这是真重严伟大的一部汉啊，而这部汉啊。是伫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了后，13年才产生出来。拖遐尼久，一个独立宣言独立了后，13年了才有美国的宪法出来。是安怎来拖遮久？讲现在我听到这個解释无？这是因为我要今日讲侵权的问题，我是直接要讲起。因为美国当时伫还袂独立以前，就已经有足侪非洲的黑人拢做奴隶，拢伫迄个做。非洲的西湾遐，塞内加就塞内加尔这些所在，拢做底下坐迄个乌人船咯，奴隶船底下一车一车一船一船再来美国。所以美国的乌人是因遐白人来当作咱伫船下咧饲牛咧经商的。这乌人来美国了后，就是伫南部的国产内底咧替因种植。那即摆美国的独立宣言内底讲，人生出来拢是平等。啊！你既然人生在平等的地方，原来最低也精神在这样啊惨啊！啊，这黑人，你讲人生在讲平等，啊，这黑人嘛是人呢，你着爱甲平等呢。啊，所以即款一部宪法内底，特别做一部宪法中间的时阵，这个问题就走了。美国当时有13州，13州内底，其中有几州是北部，啊，有几州是南部。弗吉尼亚州，我伫遐住真久，所以咱这弗吉尼亚州，咱捌听着。弗吉尼亚伫美国东部，伊包括伫弗吉尼亚州的北部、甲南部拢总有13州。伫北部遮个州的人，伊感觉讲，国宪法内底人拢是平等的，即爱坚持，爱坚持，即美国独立宣言内底。但是伫南部即几州 ，South Carolina 啥物代啥？South Dakota 这些州，伊讲安尼袂使哦，人人拢平等了，阮这黑人要做工，伊唔替阮做啊，伊嘛是平等啊，伊这黑人伊就阮无得管伊安尼，伊哩算是美国当时讲三黑人在当作一个人尔，就是一个黑人在三分之一的人尔，所以就是伫这個政治底下的时阵哦，南部的人。不同意讲，我若讲照你许做独立宣言，你讲人拢平等时，阮遐棉花无人要办啊，经济正常无人要做啊，即乌人来到地，伊就讲我嘛甲你平等啊咧，人拢平等啊，所以无要做，所以就是迄部分在底下有争执，南部的人无要同意讲人生出来拢平等的，啊北部人讲人应该在生出来拢平等的，啊所以迄部分在产生袂出来，第二步啊11单做伊当13单了，尾啊再协调。有一个人买了这部片就通过了，所以我想这个内容希望让各位知道说什么独立宣言在1776年宣布了拖到13年了这部片就出来，就是中间就是人权的问题，牵涉到黑人在那个地方里面怎么认定黑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就请我点一下让各位做一个参考。顺便在这时候我要再说咱即个做马总统吼，即个人哦，是伫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啊，哈佛大学的先生真侪人，就是讲是世界排第一流的学校，一个伫一间学校读册，半年过，等下要做总统的人，大家知影记住无？伊捌一摆有一个机会，伊甲咱的原住民。当面个这样子，比如讲，我要在动作人看待，你唔知道？一个总统伫美国受教育的人，伫这时阵2015年的时阵，伊甲咱的观众讲，我要在动作人看待，我要把你教育。人伫1776年，美国宪法迄当时，即黑人的权利，迄阵啊就是政治甲迄部宪法。13年了，才成立，原点就是伫这人权的问题。伊今日伫几千年了后，伊敢竟然伫咱的原住民来，我要甲伊当作人看待。我讲今日一句话，若伫美国讲，马上毋拍死。
迄黑人嘛想要拍死。黑人即摆你嘛袂使讲伊是尼古罗，尼古罗即句话无理嘛。你会使讲 black people 黑色的人，但是你袂使叫做尼古罗。美国人讲咱尼古罗叫做尼，叫做尼古尼古，但是讲咱美国人叫日本人叫做加加，即个嘛无理嘛，因为日本人呾甲美国相差了，所以侬口舌尖。伊就叫较亲戚名，哦，啊，伊种叫中国人叫做亲戚，啊，这起码拢啊听听人拢无无，这种无，这个对一个人尊重人权，不管咱纯正是相信人权的重要性，尊重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啊，这个美国虽然是重视人权，一部分咱台湾遐个在三星。但是大家知影，美国某些南北战争，有即个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时阵，伊当时总统是啥人？是姓林的，对不对？哦，伊姓林做总统。我想来讲姓林的，这样真实些。伊叫做林肯对无？阮丈母伫美国的时阵，伊个四大人哦，你是美国这份爱简单爱。去考试，本来简单的考试哦，唔是真严格考试，要加减爱去移民署来帮忙啦。伊来问讲，啊，即摆你带做个市里长，你个市市长啥物名哦？啊，即摆你呾，你呾南北战争的时阵，伊个总统是啥物人？甲问一句话。但阮姑啊，找阮丈母入去啦。阮丈母英语袂使通，袂使通啊，啊，伊会使带人入去小来斗法，就是无要紧。但伊甲问讲，伊个科技官甲阮丈问讲，啊，美国南北战争个时阵，伊个总统是啥物人哦？我无法怎啊个用台语甲阮丈讲，简单些，简单些，里面说里面。哦，阮丈就笑，哦，你肯定肯定说里面。哦，这笑袂笑袂得。后尾讲哦。我想要听这个姓林的，这个林肯，伊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伊有伫一个费尔德菲亚一个所在吼，叫做 Gettysburg， 迄是一个战场。迄当时南北军伫遐打的时候，是真大战场，叫做 Gettysburg。Gettysburg 这个所在，伊有伫遐演讲三分钟，叫做 Gettysburg Address。演讲三分钟，各位若就是有透过知。伊伫个所在讲三分钟，伊这南北战争是偌久发生个？就是伊伫迄当时，伊迄个 Gettysburg Address 内底有只开头，伊就讲 4 scores and 7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人。生出来拢平等，啊！伊呢就讲 4 scores and 7 years ago， 一个 score 就是二十吨，啊 ，four score 四乘二十就是八十，所以 4 scores and 7 years ago， 八十七吨前，咱的祖先成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叫做美国。所以八十七年前，啊，因是1776年建立的，伊讲八十七年前，所以1776到87年按多偌济？就是1789年，1789年的时候，伫迄个菲尔德菲亚附近，叫做 Gettysburg， 伊伫遐有一场南北战争战伫遐，伊伫演讲三分钟，演讲三分钟，迄个伊的演讲稿，变作伫美国读历史的人、读文学的人，一定爱去读迄篇文章，三分钟尔，有11个 sentence， 11句话尔，要变作世界名文。即句，即个是咱阮阿讲黑人的问题，是永永远远伫遐解决袂好势，虽是迄落个话，但是美国要继续歧视黑人。在无法尾啊，伫建国87年后，又发生南北战争，这又是种族的问题，也是黑人白人的问题。所以伫遐种族的问题伫遐发生的时阵，即个领导伫遐发表迄个演讲，我讲这变作世界名文。就是底下又讲过一句话，讲感谢伫战场死伫遮个人，就是因遮个人的努力，
才会当保卫着这自由民主的国家，伫1776年建立这个国家。伫这所在，伊才有法度通，互咱这个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袂去伫地球顶头消失。即个伊用原文就是讲，哦，这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即个政府特别对，伊叫做 perish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伊就讲，因为有遮个人死伫遮，保护美国即个土地，所以即个基本观念，民有、民治、民享这三个物件，特别对地球顶头消失。孙中山一写啥物三民主义啥物，这就是直接人抄的，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领导迄阵，迄个叫做国家主席，就是叫人抄来，就迄阵啊，遐早人就伫遐讲，啊，这就是真悬。当时伫遐民有、民治、民享的，对我来讲，一连串为了恶人的问题，开始伫遐宪法起草拖13冬，宪法无聊，美国个拖变得。就这个87年啊，伊阁是发生南北战争，来即摆咱去看，即、这个情况毋是天判啦，毋是我政府一条命令出来，大家拢会当真乖乖遵守，当然尽量大家遵守。毋过百姓觉醒，甲政府爱重要去推动，这是真要紧。所以咱即摆看，咱即摆几几个历史的事实，伫遮，互大家慢慢安尼慢慢顺序着来看看，人权的演变是爱经过偌侪人努力。到有法子从三星变做一个特别第一名。大家其实，伫这1964年，即嘛叫做有人生出来啊。1964年，我都已经生出来。即嘛讲到咱这代啊吼，1964年的时阵，伫美国啊，伫美国，迄个叫做林肯文物院，林肯纪念堂。伫华府遐，头前有出水，伊个伊所在，1964年，美国一个黑人叫做马丁·路斯·金，一个黑人的律师叫做马丁·路斯·金，人叫做金恩博士，金恩博士，伊伫遐带几万人的黑人，伫遐所在，伫迄个林肯文物院头前，伫演讲，伊演讲有一个主题叫做啥物呢？就是讲。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真水的梦，我有一个梦，这个黑人，这个林肯，我有一个梦，咱讲有梦上水，咱有梦上水无，用我有一个梦。这个金恩博士口才非常好，伊伫遐演讲的时候，伊的演讲文，即摆嘛变作美国历史上大家一定爱读的，伊在这所讲的，伊的口才水，啊个从美国各州，伊的地理各方面，伊只。伫迄个演讲中间，伊拢讲得非常漂亮，我倒感觉讲真有感情。伊规拢黑人个几万人个兄弟，美国各所在拢有代表来参加。伊讲啊，遐个船，我有一个真水个梦。伊就从美国伫1776年独立了，经过南北战争，啊，我头拄讲过遮问题了。今仔日到1964年，美国黑人根本是黑人，我倒人享受，甲白人根本来伊就说平等，会有待遇。伊个伊边地啊，这黑人袂使入去，拍天一输绝对无黑人拍天一输，同时绝对无黑人敢来拍篮球个，古早。迄真侪学校是黑人甲白人是分开个，白人个学校绝对无去黑人读个，伊毋读个。白人落来砖头，黑人绝对袂当入。所以有真侪台湾根本无平等，但是这就是咧讲情况，伊个是标榜伫1776年独立个时阵标榜人生算是平等个，但是到遐久了，到1964年。伊话着个罗曼马丁路斯金来伫迄所在来发表一个讲，我有一个梦，爱遐个追。所以这個过程就是咧讲人权，用美国个个台湾做参考，毋是一两天、十天、20天就当完成咱使命，这是关键。所以马丁路斯伊发表迄个了后，伊几人老将拍死，恁大家知影？伊伫天主教里有白人都拍死，因为这个人口才有够好，有足有煽动力嘞。迄黑人实在是，感觉有出乡人啊，会当来替伊讲嘞，有一个真水个人。今仔日美国总统是黑人，奥巴马，啊，这甲遐有关系啊。同时，马丁路斯金伊这个人若无出来拼，
无改变美国人一般的想法，今仔日这个奥巴马，伊敢无可能做总统？所以这就是一连串变化出来，伊个结果，这就是人权的重要性，就是伫这个所在。我是真简单用这几项物件吼，来介绍来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吼，做一个参考。啊，这个人权的演变，一直到这个1961年，美国迄个真有名总统叫 John F. Kennedy， 甘乃迪总统。甘乃迪总统，伊是，伊这是本身是这个天主教徒，伊当选了后，伫1963年伫休斯顿伫个所在叫拍死，伊人伫个做清叫做村姑楼顶个拍死。但伊互拍死了后，伊迄当时副总统叫做林肯·江森。参选总统、副总统，现在变做总统。但这个江森，伊是南方人，伊是德克萨斯州出身，所以伊伫遐了，伫国会底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Human Rights 的一个 Bill， 有一个人权法案，伊伫美国的国会底通过这个人权法案。所以经过伊通过这个人权法案，啊个这了后，这个美国黑人啊、白人哦。慢慢会当当共一间校读。古早含坐巴士的时阵，若黑人坐，就咱坐伫后壁，白人坐伫头前。伊袂使讲一个白人坐，一个黑人坐伫伊边仔，无可能个代志。所以，这阵慢慢就变做融合了。这是透过啊，即种一个总统，伊伫伊个心内，伊做一寡代志，做一寡代志，啊累积起来，会变做整个社会进步，有迄个传闻就是变做安尼吼。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简单伊个做过程是安尼吼。那怎么讲？真侪人虽然讲爱护人权，但世界即个国家来讲是，若国家对国家的利益，伊就要甲讲人权，怎么讲嘛？你若即个国家甲即个国家有对调的中间哦，你要甲讲人权，怎么讲？因为美国这是一个真好个，我今物讲一个，恁可能爱笑。美国是一个开嘴闭嘴都在讲世界在讲人权，啊，其实有影有讲人权，讲真侪无唔对啦。我第摆去美国留学时，看到美国人迄边吼，讲美国一个人价值比台湾人一百个价值，因对人是足客气，啊，尊重警察，拄着你的时阵，家己下身当伊。讲美国警察真歹哦，但是伊家己讲理，伊家己讲理哦，伊美国袂爱乱啦。但你若甲伊出手，伊绝对会甲伊敲枪敲落。伊这但伊会甲你讲人权的面对，甲你讲，哦，但是足有规矩，伊代表政府。像台湾的警察是安尼，根本无人无咧，伊家己无来无去吼，就是咧代表迄个国家的威严无去，这是咱一个真大一个问题者。诶，我咧讲，像伫美国这个叫做风景化的国家，我怎啊讲？即摆倒转来讲吼，我作为外交部长，啊，毕业时阵是2004年到2005年，伊互我做外交部长。咱外交部长是因为咱迄当时甲世界各国有邦交的国家，拢差不多30几个，有当时干到20几个。啊，这当然是伫1972年，咱伫联合国去用读出来了后，联合国一个法案叫做2758/2758，啊，这个表2758了后，就蒋介石政府才去用读出来，所以这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伊同时咱美国政府有甲咱讲，咱来留伫即个年代，是 General Assembly 伫内底，啊，即个安理会互中国，但是咱若留伫遐时，咱即摆了不是联合国个关系。伊同时美国是甲咱推荐，但是蒋介石伊就无爱，伊讲啥物汉贼不中立啦，哦，伊讲伊是汉啦，中国共产党是贼啦，所以两个人袂当斗阵啦。啊，所以咱呾伫联合国就无迄个位嘛，所以咱呾读出，而且嘛完全无法通入去联合国。我讲这小啊，这就是这对外国的观点，一寡历史的回忆，各位咱头壳小啊思考一下。我即摆讲的就是，我做外交部长的中间，因为美国无承认咱，因为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台湾同道，那是卡特做总统时阵甲咱同道。所以，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因为伊即嘛是一个比较的较，我头都每个国家有伊国家的利益，
所以就是讲，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这是上个世界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已经是变联合国嘛，啊，台湾已经用出出来，所以伊甲咱大国比较已经竞争，伊就讲是合理。当然，美国这块地方是真反对。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产生啥物？因为做外交部长，啥物叫做外交？就是你有一个主权，你是一个国家，你才有外交嘛。你若不是国家，你若有外交？我若地方政府，我做台中市政府，我若有一个外交部，我这个外交部就是代表我是一个国家，我要去跟人做外交，到迄落做，迄落做主权的象征嘛。就是讲，我做外交部，我是代表台湾，你要叫台湾也好，叫中华民国也好，我就是代表一个国家。但是美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若去美国的华府。因为华盛顿 DC 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骂骂叫。伊讲啊，你都甲台湾无邦交，你来不好，伊就外国部长来华府访问。我做外国部长，我会使去洛杉矶访问，我会使去旧金山，但是我袂使去美国的华府。美国的华府是因的首都。我因为美国甲咱无邦交，所以我袂使去。啊，即个问题是安怎呢？我有一间厝，我伫美国住三十单，我的厝倒伫华府的边，叫做维吉尼亚。我的厝伫遐，我的后生住伫遐，啊，我有一个孙仔伫遐，一个查某孙仔伫遐。我讲，我做外国部长，我要来美国，要来看我的孙仔。我的孙仔毋是伫华府哦。迄个恁老去华府的时阵，遐有一个公路，一个医院，迄个医院个了，叫做比尔古的，叫咱陪大。迄、那个表通咱个皮带，迄个是有在可以看啊，城市里内底外口是外宽道路啊。DC 就是讲，因为美国的首都叫做 DC， 叫做 District of Columbia 啊。这里外口是弗吉尼亚多地，即个华府的外口，伫因个 Pentagon， 因个五角大厦，因个国防部边啊，离开华府差不多二三十分钟个路。但我即摆讲，我做外国部长，我要来美国，我要来看我的孙仔，我的孙仔住伫Springfield，维吉尼亚，哦，就是维吉尼亚遐。啊，迄当然甲离市是真近，安开差不多二十几分钟，袂使去啊。伊讲迄甲算了，讲是离华府，啊，外国部长就袂使去华府了。我就甲讲，啊，我有一间厝伫遐呢，啊，我要转来看阮查某孙仔。安尼讲袂使，哎，遐毋是华府啊，遐是地方叫做维吉尼亚，这毋是华盛顿 DC 呢。但是，这美国，伊家讲袂使，所以袂使讲天，哪有种无道理的代志啊？所以有一摆，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我对外国部长先请一下问。但是美国在台的代表叫做达普，那叫做包道格，你们捌听包道格？请伊来陪宾，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来。我伫咧食饭中间，我着去讲互迄个美国国会议员听，讲诶，啊，美国是一个独立双边内底讲，着人是生是平等，啊，人个咱有即个互相移动的自由，啥物讲啊，绝对对不对？啊，我嘛伫美国读册读啊久啊，我嘛是。啊，我嘛做过美国人，我就嘛是美国籍啊。啊，即摆我也住伫遐。啊，我做外国部长，我要恁看我孙仔，我袂当去。我特别讲即美国国会议员听。啊，即报道个伊这是台湾，伊美国驻台湾即 AIT 的代表。伊听着我讲伊回来，就随便讲啊，即以后再讲，以后叫我莫讲。但伊个美国国会员听着讲，哪有迄个道理个？美国国会议员毋知影，毋知讲台湾的即外国部长袂使走去。袂使走，因美国收多者，伊毋知影。啊，就是因个，这就是因个做政府单位规定个嘛。啊，即个因个立法机构，即个省内头个办公室面，伊为毋知影。所以我伫当地个时阵，讲我即款意思提出起来，就一个标榜世界伫讲民主、讲自由个国家个人，竟然限制台湾个外国部长袂使转去到看查某囝，这无道理嘛。所以我在去七点就是讲，台湾话伫嘴内，你讲真烦，真烦，真烦。
啊，美国这是上好讲的哦，啊，讲上济哦，伊这是切片，啊，对咱的先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做外交各地国家的要先，伊就根本就嘛是中国抗议啊，伊要省麻烦，我来做中国抗议嘛。结果我去华府，伊讲啊，你台湾，你着甲伊无放到台湾外交部长，当然想要来去华府，不过都毋是买华府的，但伊个看做是华府的，就变离开台湾。所以我这个是国际真现实的物件，但这个观念咱爱有，观念有是应该爱，但是你嘛莫想过头，天真讲我着只要讲着情况，我搭索通行会通，也不一定行会通啊。我其实着不一定讲。这含是美国遮尔呾讲究人权时阵，今日台湾一个外交部长要起来，伊无你去看孙，讲即我孙仔咧，我含要去看我孙仔都袂使。啊，这若有道理讲得过，必有种类发生着吼、哦。我用这做一个参考，互各位吼了解讲这人权是真要紧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个物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伊家己的国家利益观点来关心，你该想一下。但不过你来说完全无人权的观念，你含要跟伊要跟伊斗嘴，你含要跟伊理论，你若无迄个观念，你嘛唔知讲，就是抗议，你嘛唔敢啊抗议啊。我伫钓借个机会，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来时，我听你讲过一声，啊，伊讲伊要等你查看嘛。到即摆时阵，咱哩外国部长要去发问嘛，伊讲要不袂当去，但是其他有放松啊，其他有放松，其他迄阵外国部长袂使去。国防部长袂使去，总统、副总统袂当去，行政院长袂当去，就是袂当去这华府。但即摆国防部长捌去，今仔你甲台湾今仔讲了，今仔吼一个了。当然，我讲一个方，这個、文化甲人权，这是有相通的一个关联性。看你变哪解释，从我文化归文化，什么叫做人权归人权咯？就那些迄概念无遐清楚。但我是要举一个来讲哦，利用这美国1776年独立了后，独立了后，第独立61年了，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内底吼，啊，有一摆请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伊姆森。叫做伊姆森底下演讲，即个伊姆森底下演讲，伊个标题就是讲，美国已经独立61年啊，已经独立对英国独立出来61年啊，但是美国的文化，有大部分拢是欧洲传来迄部分的文化，要无家己创造家己美国特有的文化，因为你文化若是要沿用伫欧洲，包括伫英国的、法国、德国这。包括有些国家来接受文化，你呢？你的文化呢是差不多是安尼，你受一种文化的洗礼。即摆台湾就是真在中国文化的洗礼，台湾真在有些应用中国的这文化，啊，更讲就是讲遐中国遐文化是家己无一套新的文化出来，所以这就是发展未出来，家己特有的一个看法，即包括人权在内。所以这个伊们甚至讲，讲你美国已经独立61年啊。伊伫美国上有名，但系伫哈佛，伊伫遐讲，就讲用 its time 时间到，美国人应该爱家己建立出你家己，还是讲伊讲伊当时美国人，咱家己美国人特有的文化一部分，咱袂使定去沿用欧洲老化人的一套文化，这个爱改变。这是伊伫迄当时讲的。啊，即个那对今日台湾来看。咱今日有真侪政委单位伫外口咧做啥物宣传台湾的观光宣传台湾文化，真侪拢要去沿用遐中国咧搬伊啊，遐歌中国遐啥物，有诶无遐歌，拢要去沿用遐物件。伫台湾的文件内真侪物件，要去沿用中国遐物件。伫中国去那边创啥物孔子学院创啥物时阵，啊台湾就无法度通去创着家己物件，要不是。开真的是，要是沿用中国文化，是他个延续个遐想法，要是古早中国皇帝思想遐个物件，嘛伊个本身就是一个真好个物件。伊头所想要个是中国文化迄部分沿用来，所以伊是也对，别人袂使叮当，啊往顶边伊就要修理个了。这是真明显个，所以文化个作用是真强烈。
美国即即美国人诶时，伊讲逐十一当独立了，第二个沿用欧洲文化，即唔对啊。来改变你诶，你家己本身美国文化，啊，即就是讲可能互咱台湾做些传播，因为文化甲即个做啊，尽管想法一定是有相当的影响，即绝对袂使马虎一个，即个物件，哦，绝对袂使马虎一个。那么即卖啊，因为今日即主题吼，诶，时间你是话讲袂定啊，我来讲，比如差不多到四点吼，到四点吼，我因为。等来台湾了吼，我烧点烧水，我就即摆老好，即摆过成老火了，老火。我生出来就是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了后，中国兵啊，所以不能讲变成中国人。不拢袂晓，伊才伫后日讲教些，迄个老师嘛无半个会晓，无，啊，毋知安怎去学，学袂晓教，所以我北京拢袂使晓讲。啊，伫台湾读册了后，又着顺利走去美国留学，在美国留学了后，才变做美国人，因为伫遐我变成一个黑名单。伊讲美国了后，就变做开始做即个台湾东洋会，他拄仔你讲我是东洋会会长，甚至大家。但同时，台湾的政府当然是戒严的，伊绝对袂使让你伫台湾囡仔伫美国的时候去创啥物东洋会啥物。伊讲已经有一个中国东洋会，现在是台湾东洋会。伊讲你太高问题啊，所以我的护照出国的时候护照是两档有效尔，两档过期了要去遐延期就交不收尔。讲我思想无正确，所以我无护照，无护照伫美国都。平常要生存都困难，所以我就家己去填单，开始申请这样子啊片，就是1999申请，那阵做好申请个，我做下申请就去申请，无偌久就随我去1999申请。等1999申请了，5档就再申请美国证，所以我就申请美国证。所以伫美国学费摕了，世界闯，世界走嘛，是拢为着台湾。但是我欧洲世界走，伊世界台湾中都世界拢开会嘛，拢是宣扬台湾这个概念，安怎来维持？安怎要台湾人会当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去到外国了后，看到人个社会、人政府对待，你感觉台湾人更强，台湾人不应该安尼。是安怎？你个用概念，用38人，是安怎？咱而且拢袂使批评政府，是安怎？咱袂当选台湾总统？啊，这就是咱台湾人直接。我大家吃大汉的，啉台湾的水，吃台湾的米，去到海外，咱也有一股的强，咱也有迄个价值感出来讲的。所以我就常去美国国会，我甲蔡东元常常去美国国会。尾我吃大路都我经理华府，我伫美国联邦政府伫吃大路，所以我有时间常走美国国会。我因为是美国籍，所以我常走美国外交部。我美国人，我会当去。去到美国外交部就讲的，我会当去到美国国会。但用简单的字，那配合什么苏拉这七块东西，捌看到。等于什么五花的，这金水啊，什么七块东西，咱甲伊讲七块遐台湾遮人权的问题。所以1979年伫这高雄事件发生了后，阮就是开始去从要啷救遮，就是无性感情遮人救起来，讲说这1979年高雄事件发生了。所以这一段历史，就是讲过去，阮伫这美国底下。做工的上面，你啊吃头路上面，心伫台湾，要安怎让台湾会当过一个较现代化、改良会当飞机，大家生活会当较好、较新一个人的生活。这是阮伫遐愿望，啊，这是也希望家己努力，因为这生做台湾人，每人都要想自觉。咱毋是讲生出来就要被欺负，生出来就要被人踢，当土狗后壁个后壁个欺负。咱有咱家己的一个想法，因为伫美国，我头拄讲出遮侪个。伊个基本个观念就向人世上拢是平等，但伫台湾真渴望嘛。你像蒋介石来先，用从台湾看做一等国民、三等国民，伊好个开绝对无台湾人个，所有个顶头站拢用怎啊调个啦。所以阮阵伫遐只有用蒋方式来做，因为到尾啊，伊看阮遮人变成阮遮种歹囝，我毋愿转来，我变做就是黑名单啊。我伫遐，我30当袂当转来。甲李登辉总统做总统了，
伊在修改一一条，就是刑法七八条，修改了，我才能回来。所以我一旦回来，我就是爽的啦，是平的啦。啊，平的，我就去选，选立委，选县长，所以我就去选啊，就去选县长。但但我做个两届，八项个县长，我一旦回来选县长，我嘛无无想讲选一条，因为那有几两百万，过去三十八，过去三十档立委过啊。但是回来了，台南县我选县长，佮算到佮变赢呢？迄红玉金啊，啥物啊，国民党里台湾遐，大家拢输啊。所以即摆台湾，即摆和平啊，台湾变作台湾市。即摆遐国民党无法一个，无法一个敢出来选啊。即摆遐立法院，民进党立法院吼，大家拢找无国民党个人要甲伊拼。国民党遐候选人，迄个名出来都无人知影，那比较好选啦。所以时代咧变真新鲜个。我是第一个台湾的县长，伊也是民进党。我以前全部是国民党。苏南平。苏南平是台湾市长。哎，我以前算是台湾县长。苏南平，那是国民党。对，苏南平是真的是国民党的啦。啊，伊背后做台湾市市长。啊，我是算台湾县的县长，我是台湾县，那即马合并啦，四人联合并嘛。去五等联合兵，等我们等你怎么兵？不过怎么是讲，我过去我了解我的历史背景，但是我等来台湾，啊，当然做过这个外国部长等等，啊，到过真多所在。你历史背景，我拢熟得伊个，所以讲咱到的都要拍摄，我过去都说，哎哎，L.V. 你得了太好了。我即摆吼，伫美国迄段时间的时候，蔡同学，我想大家知影，因过年过生日真无差，拼命面子啊！阮斗阵拢伫美国，甲一寡国会议员咧要求伊讲，甲咱支持台湾了后，会当公道，会当互咱透过啥物理念，咱用公道来解决问题。啊！这公投台上公投台上，你我有一票会当投讲对对一个议案，你要产生什么种的，扮演什么种的角色，这就是你的权利。你有迄个权利，才能去投，这就是人权的一部分嘛。所以你阵时啊，就是拼这个公投，当然这公投到现在为止，台湾当然你啊拼时阵，迄个公投无通过，但迄个公投是有白条的，条伊不得不让你过，但是真唔甘愿让你过，所以这公投让你不用被影响着。伊门槛上面，四下情况，所以拢袂用钱，所以这爱去套。不过，讲这公道就是公道，就是人权的最基本的一部分。即卖真侪国家，你像即个过去无偌久先，大概伫电视顶头看到希腊，因为即个财政问题的关系，伊就家己公道，讲伊变成要到底是变怎处理，用公道的方式来。所以公道通过了，伊终于等于甲即个希腊伊就做。EU 就像因为做奥运，在底下老人去讲，啊，公共顶下在讲，伊个健康，伊个安怎做安怎做对。所以这公道是非常，这是人的最 basic， 即 basic 的 human rights 是最基本的人的上最基本权利。所以我今日讲的是讲出个公道，讲出个主观的问题。哦，啊，因为即卖我咧讲做官掉了哦。我有出做法，可能大家检采有听到，检采无听到。我咧用啦，伫关内底咧，我就是因为即最基本的即个用人，我甲人看作是一个，看作是一个每个人有个心怀。我记一个真简单个例吼，互恁做参考吼。因为我今日只敢若咧讲故事吼，咧讲故互恁听吼，啊，互恁听我安尼做是好还是歹吼？对。我记得真典型的吼，这个真宏观。啊，这个是讲吼，咱咧讲行政中立，行政中立甲真宏观的话，行政中立。我记这个吼，你像阿扁选，阿扁选总统的时是两千年选的时阵，我以前都做官僚。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
有一个名人来，伊阵有十三县市，民进党有十三县市接线。伊讲伫阿扁伫高雄迄场离开投票两礼拜前，迄场演讲迄时上大场。讲所有民主进步党接线的县市，伊县市长拢爱去个捧场，诶，爬去台顶，甲徛台演讲。但是县市长爬起来时，这当然一关一关轮流嘛。台南县是讲了着，台南市也是讲高雄市讲了听着着。伊讲你市长还是县长爬去台顶，要替阿扁徛台讲的时候，你的后壁一定爱带你的县，还是你的市的一级主管拢要来，甲请来徛伫你后壁，安尼壮大还是讲好看着着，表示讲哇，所有人拢支持阿扁着。哦，比如讲，我做台南县长，我若起来迄天啊，迄个时阵，像轮到我演讲的时阵，我爬起台顶，我的一级主管，包括教育局长啊、环保局长啊，哦，也是当局局长，几十个拢爱徛在我后壁，安尼啊，我讲，爱徛在我后壁，有一个公文来，啊，我看了，我随个拍来讲，我袂安尼做。我讲，我伫美国转来，我要标榜人权甲行政中立。我虽然是民主进步党提名选掉的，但是我一做阮足侪拢是国民党诶。迄当时伫二十二年前，就三年前，伊说国民党诶，差不多含乡镇了拢差不多拢国民党。即拢是国民党诶，啊我是民进党诶分子。我要去演讲的时候，我强调讲，闽籍人拢爱对我后壁，拢爱起来。我不去，我无变做。我的理由真简单，因为我尊重，因为伊的人权，伊要阿扁支持，唔阿扁是做伊的代志，我袂当强迫伊。我爱行政中立，我逼伊起来徛在我后壁，因这国民党党部会甲点名做记号，会互伊麻烦。伊心内会真哦无爽快，所以我刚才这个中央部讲，恁别人其他关系，人对阿表表平平，那是恁代志，但是我无可能，我家己袂来。我是民主进步党的人，我一定支持，但是我阿表绝对无可半个，因无管伊是对上的，我袂表平起来站在阿顶，因为伊甲我无感通，我无可能阿表平起来站在我阿表。所以我甲回转了，伊说民进党中央党部，敢讲我哪有像奇怪的人，哪无要听党部的话吼？安尼，我讲这个我无可能听。啊，所以到彼天了后，应该这几年，就高雄市在以前人家咧学啊，就几排拢难啊，啊，轮到我，敢我就当当白起来，所以讲，感觉风景拢无同款的。所以我来讲啊，我来做民主进步党，我讲大家选阿扁啊，我讲好话，讲民主进步党后来那个理念啥物话，我来讲一大堆啊。那当然我也报道冇写，啊，同时民主进步党对我冇迄个误解啊，但是到尾啊，你要想看嘛，我这一级主管吼，大家输掉来讲，讲会夸张，你安尼做阿对，阮暗中会支持阿扁啊，阮只票阿扁啊。你若叫阮去吼，什么国民党个党部会来管找嘛？反正伊咩，伊讲你爱做阿对。到尾啊，民主进步党就唔敢去啊，唔敢去甲讲啥物激进话啊。我就讲我爱做阿对个，你遐人讲唔对，即行政中立吼，你爱收。即个政权一部分，你袂使逼人安尼。你政治就爱做安好，好做啊，互人会当心底会当感受个。你袂当经营硬逼，硬硬逼个时，咱心头在讲好，暗中在酸嘛，对不对？袂爽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伫遐，就是我阿扁讲哦，我甲你做官长做好势，你自然都有票，你台湾官的票出来。我若来做了，我你就无票啦。哦，不如阿扁安尼讲啦。啊，所以就是安尼，伊当选了后，过啊两千第二摆当选了，叫我去做外交部长听。所以我想讲，记者的这行政中立吼，行政中立加这个
啊，人关系有关系。迄我一个咧，我嘛常咧记两听。同款，伊阵啊要啊变啊要选先，嘛民主进步党中党部嘛是一个问题，讲一个无讲叫党个即个十三关系个即个指标，怎啊去中党部开会？伊中党部开会国旗啥物？伊讲伫啊变啊最后两礼拜要投票先哦，讲所有只关系你拢要请假。民主进步党关系拢要请假，啊请假个时阵。用迄两礼拜时间，拢出去各庄头替阿扁投票，要做啥决定？啊，伫遐，大家讲好好好，我讲诶，小陈，我无甲你反对恁大家变安怎，但是我袂安怎。我甲讲，我提出我无问题，恁大家做迄个代志啊，别个民进党诶，我袂安怎。我理由真简单，我是台南县诶县民，选我出来做县长。我每点钟上班的时间，我拢是馆长啦。下班的时间，我会替阿扁投票。但是上班的时间，我袂使替阿扁投票。我伫迄两礼拜，我就无可能讲为着阿扁先，我就要去，我就要规个请假。这防百姓观感唔好啦。我讲我下班的时间，我就会骑脚踏车四处走，我来去找人，讲恁在等阿扁。什么理由我都会讲，但是上班的时间就无，所以结果尾啊，别人请假两礼拜，我连一天我都无请假，我照常上班，然后照常下班的时间去阿扁退休的，阿扁同款，伊当官嘛是退休，当然当官是阿扁的故乡，哦，所以我想讲，这个做一个台湾人，互你一个职位。你也会当分清楚，我伫议会内底做馆长的时阵，伫1993年，我第一次当选的时阵，迄阵台南县有五十个官员，五十个官员内底三个是民进党，剩啊47个大部分是国民党个，啊个无党个。31乡镇内底乡镇长，18%拢是无党个，甲迄个国民党。民进党个三个议员内底阁分两派，一派是新潮流个，啊一派是保派，都三个民进党个三个议员。但我转来，伫美国转来做台南县个县长，你若讲伫迄种个经营者，你县长看好做个歹做，你真清楚嘛？但是，我伫迄当时当做的时阵，即个官员拢来讲，即个美国官长，讲我是美国官长，讲我呢反反就对了，讲美国官长吼，无先本地遮个一般人个官长，讲我是美国官长。我第一张公文批的是一个。一个女性，啊，佫是国民党籍的人，伊阵做副人事处的人事局的局长，啊，局长已经辞职。我要竞选中央，我就讲，我要栽培一挂女性，会做一级主管。但伊都符合条件，伊符合条件，因为伊迄阵已经做过啊副局长，啊是台湾大迄个夜间部迄个法律的毕业。迄条件拢签了，做我先啊，但先起啊，好事唔是，就公布资料吼，人民进党这人开始骂我，伊讲哎呀，馆长你完全失望，因为这个人我姓这个人的老母吼，就是我选馆长的时阵哦，骂我上厉害，伫满头，伊是国民党大国民党个条啊。骂我上厉害，伊讲即个陈馆长、即个陈东山，伫美国个好势好势，好势唔认得，才要选这个叫啥物？讲伊个火车搞死，我讲骂个很歹听。啊，我咧做后生人，我四个仔我都无听你话，唔知影。啊，我就讲，即个中央都调干得足好嘛，所以我就较生气嘛，所以一挂人就袂爽啊。我讲啊，以后你知影，我讲，伊咧骂我，我嘛唔知啊，对不对？啊，我讲伊调干得好，啊，我咧想要听看电话，就讲我。没有，这再会是关女性的，哎，条件够高，对不对？哦，
啊，这就是你伫你一个单位上面，你都爱注意一寡即个重点，就是讲，即人权的即个基本观念是伫你头下底，你伫某种时阵，你可能会当去用着。啊，因为叫我美国官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安尼，伊讲我伫处理了，那较复杂。我以前100%拢是国民党人做官僚，我是第一个，唔是国民党人做官僚。我，所以我因为我的做法较无同，我因这个议员拢叫我嘛，这个美国官僚，美国官僚。因为我一张文，要叫我批准呐，当要批的时，台湾的公务员在批公文哦，伊拢可能是副官僚，而且在那秘书。主任秘书啊，啥物拢甲伊迄个文章啊记好啊。我讲即个着爱安怎处理安怎去。啊，关键是看起来我如你，哦，照你拟定啊，如你。但我毋是，我头来我讲，啊，这都会使啊，我写 OK 啊。我来批 OK 啊。我迄条文即摆出去，咱关迄个东岸迄边个上摆好一篇，迄个做名文就对了。就比如讲啊。真古早伫台湾无人批过 OK， 是我第一个批。你看你这个我就会使啊，会使 OK 了啊。你若这个等下啥物处理啥物有诶无着呢？啊，我着来来叫阮美国官僚着是来翻转着。我着、就是，迄着是有一个人伫啥物种环境会受迄环境影响嘛，对不对？迄着是安尼嘛。佮你比如讲，我这真简单，啊，着会使我批着 OK 啊。但是伫台湾变成大新闻啊。哦，报啊，讲叫做 OK 官僚嘛，讲美国官僚，讲 OK 官僚，对不对？这是我咧讲，说做代志，甲迄个文化，甲迄个环境，受个影响。但是有一点，就你基本的想法，你的理念有伫头壳顶下底哦，你做个准则绝对是无唔对个，迄绝对是袂叫唔对。有阵时我顶下现在咧买海鱼丸，头下甲订东订西，要讨钱要啥物，无好伊要算来算去买，大部分变做好朋友，即个朋友。不然你拢变做好朋友，你50个内底47个拢破发西腔，听着，都不然才能变做好朋友。啊，我就是安尼，我面条八档内底咱五档销售拢第一名，啊，这人若无我钱，我免得第一名。那事实是安尼嘛？所以我是讲，这重点就是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观念了后吼，你要处理代志，你是我想讲，这个人，你也对哦。我去过，我即摆刚才咧讲过吼。我这个晚上我创一个叫做“移民优越”甲“百姓优越”，是每礼拜五的晡时啊，我伫这晚上室内底弄一个开放一个时间，规个晡时间，我台南县的县民，若对伊生活上有问题、土地问题、啥物问题，有甲人纠纷，袂当解决的。伊会当利用每礼拜五、拜五时间，亲身来观众室，会当亲身来找我。一摆就是阮两位老大，汤家哈，伫台湾神话，一个神话店，恁毋知捌听着无？台湾神话，伊种可能好厉害。两个人来，有土地问题，真久的纠纷啊，拢未解决，所以两个爬起来楼顶。二摆我关中食去，我来讲阿伯啊，啊，你啥物问题？你今日来找我，啊，伊就讲啊，伊迄书里摕出来吼，讲土地啊，我赶紧请阮个做地震局个人，就讲请地震局个主管来讲啊，伊个地图啥物摕来，摕来处理。啊，伊个不会讲这个案真早我不定情过啦。但是迄无通解决啦，伊讲从日本时代就留下来，是块只土地纠纷，日本时代留下足久啊。所以伫遐吼，就差不多上万两千，无通解决。我做馆长的我讲这是伊的权利，啊，咱无通解决，我是民选出来馆长，我感觉嘛真难过。我个是对，就是孙姨讲，我今日吼。真歹势啊！阮真歹势，我这个问题我无通替解决。但是咱请民意哦，伊也袂甲选啊，袂啥拢袂哦。伊安怎讲？伊讲县长是因为你做县长，
我今日才刚爬起来，楼顶跟你坐当吃，规是无可能馆长会当接台湾啦。我们要入来馆务嘛，唔知要啷入来嘛，唔知啊。今日这案虽是，我知我这真困难，我嘛知我这可能袂当办。但是随上，我跟你坐，我会当躺遮啊，的农民跟你坐遮坐半点钟，我就真满意啊。伊安尼来讲，你听到新闻人嘛，残酷，将可能这百姓是伊，百姓是足善良的。但你甲处理代志，甲处理无好势，伊搁替你讲好话。伊甲伊讲，那以前我都无合百家车，都无法当百家车，今日你会当完成半点钟，面对面看了真满意啊。你听得心真酸，你知道吗？你算我出来，你有一挂问题，我袂当替你解决。啊，你搁替我讲这好话，我就讲啊，这是真实际上真歹势。我搁陪落去行落，我做馆长，我陪因两个阿妈婆递过礼来，我陪落来楼上，我馆长上去楼顶。我问讲阿伯，你安怎来？用这家庭车来。我讲对我老弟啊，吼，摕2500块。讲阿伯安怎滴？这2000我唔知有够无？你搁坐电车转去吼？我感觉讲这一点点啊，会心味啊。哦，因为我个人办袂好势，啊，你搁了偌济钱呢？我是唔知吼。但是我对老弟啊，我就是讲，请你唔要客气滴。我是用安尼，可以坐电车转。啊，这是其中的一项小例啦，像这有迄个人权的观念，会去尊重人。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讲百姓选我是要出来做工课，我唔是要做大官。这安尼台湾的政治呢，拢会当惊呢，我来保证台湾绝对有前途啦。我伫台湾，但是我因为无去咧武家有诶无诶，台湾官古早有海派甲山派。但我听台南关有海派甲山派，拢是国民党诶。我做馆长以前，拢是，若毋是山派人做馆长，伫海派做馆长。高玉仁，你捌听着高玉仁？对，即摆国民党诶党主席诶丈人，朱立伦诶丈人。高玉仁捌做过台南关馆长。但伊是属于，伊个是属于海派的话，但其他像些学馆长，后来伊可在那是山派做馆长，海派就叫后脚，变成国民党了的。啊，海派呢做馆长，山派就叫后脚，变成国民党了的。啊，所以台湾文化无啥建设，都可能。逐天在那叫后巷，叫来叫去，着，佮即摆佮台湾足共款个，都摊开了，正经做袂，做当然是嘛，确实戆头，确袂做摊开嘛。伊若是一个好总统，伊着不应该咧做，伊不应该制造对立嘛，应该来制造大家好气，但这总统来当做。我伫迄时阵伫遐，我做馆长了，迄、那个海派山派拢无，台湾官兵都无派个。伊讲老派就是东山派，变来讲，变都无派。迄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即乌龙堡馆长的竞赛，你嘛听着着？台湾一个馆长叫做乌龙堡，伊竞赛，伊甲我讲，因为五修者说你嘛听着五修者一个大企业家，伊有一个基金会，所以基金会中间是定定请人去审查，伊们请我去做审查伊个基金会。诶，一寡两个申请你也袂补助，所以乌龙堡因伊个竞赛，伊嘛要做过立委，因过生日啊，人真优秀，即当然是国民党。伊一摆伫吴秀先生，伊基金会审查了，伊伫遐直接要跟我开讲。因为东山，你无想讲台南关的馆长遐好做咧，伊遐讲咧，伊讲古早台南关是乱糟糟咧。海派甲山派叫后巷，山派甲海派叫后巷，叫啊！外国小三拢无通做两回。伊讲你做馆长了，这派全拢无去呢。伊讲，有台湾馆长唔是好管呢，你做了自然消失呢。
这是伊国民党的人，奥林波因教授甲讲。啊，这我想可能有一寡，就是讲这人权的观念哦，那可能你的头壳内底有一做准则，你处理代志，就讲你个人每个人甲尊重，每个人甲尊重。检查这有发生一寡作用无？对个呢？我台湾关呢有，我第二任做馆长时阵有。有民主进步党的乡镇长的候选人哦，伊说要选乡镇长，但有的选无掉，叫国民党赢。伊选无掉的人来我的办公室，来甲我讲，讲馆长，倒一个乡镇，迄个乡镇长拿来来讨经费哦，讲叫我卖好，因为迄是国民党的，就是伊输我迄，讲迄是国民党的，讲要来讨经费，叫我卖好。董丁亮吼，伊是民进党的书记，是国民党员。伊在我办公室甲讲，做行政甲我讲，我照着讲，诶，这未通啦，你书记选了啊，你着输去啊，啊，人伊是国民党员，伊要讨机会啦，阵机会若是我认为讲，这是应该，是条路应该要铺，迄水沟爱清诶，还是倒一个桥爱铺，我应该观众爱赞助诶嘛，对毋对？我应该要做嘛，伊挂面好嘛。我甲讲讲诶，我继续互你听看卖吼，看你会同意无？我那照你安尼讲，你讲现在你是选输，啊，你就叫我讲经费，莫叫我赢的迄、那个，就是国民党诶。啊，那呢？现在省长是宋楚瑜啊，现在省长是宋诶啊，啊宋是国民党诶啊，啊我是台湾人，反正我是民进党诶啊，啊我拍到国民党诶人，啊那照你理念安尼讲，我来去宋诶讨经费，宋都莫好啊。啊，所以啊，讲我你都搞无敢当，我机会都卖互你。啊，你台湾政治是要哪做嘞？我记着了，听。我这观念爱改啊，这个，这吼、哦，这种是上基本，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这人权的问题咧，更难查核来滴。所以我已经当选县长了，第一天议会内底，一个议员就阿问，哎，不是议员，议长就阿问，第二会咧阿问讲会当县长。你是民主进步党的馆长，还是全台湾馆长的馆长？我当然是全台湾馆长的馆长啊！我是民主进步党提名，算条公票啦，算条了，我是这台湾馆长，一百十万的人服务的，我当然是全台湾馆的全民的馆长啊！我当然不是民主进步党，你选举中间有互相咧变来变去，但是我当选了就是变安，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上迄个观念。安尼有存在伫你内底，叫你妈伊就伊做总统，伊拢来接受对你嘛。伊出世，拢咧甲伊分啥物党，伊含伊在国民党内底又分得非常清楚，这台湾变做进步。啊，对伊咧基本上迄个做政权的观念，我想应该真缺乏，这无应该安尼嘛。所以我想真侪人种经验，啊，透过咱这个座谈会，透过咱这个会吼。会当大家互相斗阵，邀请一挂人来交换一挂意见吼，这个无形中会当训练咱家己，有一个较阔的想法，啊，这個、对社会未来发展，对咱的整个健康水准以后要安怎进步，我想这应该拢有帮助啦。我咧讲这个，伫海外一段时间，伫1979年发生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发生的时阵，我迄阵都做世代会会长，啥物叫世代？世界台湾同乡会，我是做会长。但因为要救台湾正派的这民主导师，伊阵还袂有党，伊阵民主进步党还袂成立，所以就是要救这个。我特别伫华府，我坐飞机到伦敦。去伦敦找啥物人？找一个叫做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会的负责人 ，Amnesty International。我走伊啊，走去伦敦找，找伊就是要将台湾这个发生这个各种事件，来详细情形要讲互伊听，看会当伫国际上加一寡要来救者。我迄阵去伦敦，那伦敦有台湾人就发生伫啊。真关心台湾的啊，所以拜托伊，把我带来订一间房间。我讲你个订个上少的，
我陪伦敦去听，我遐记啊真清楚。伊甲所有伊讲，你要享受，我来更享受个。对哦，那入去房间内底打迄个房啊，洗涮叫，叫要叫要打落去，涮涮涮安尼。那一间一面十二英镑啊，十二英镑啊，一面多少英镑？哦，我想这距离较白来点，就讲迄当时是安怎心藏于台湾？要安怎救台湾人？这民主斗士，要安怎用这个人权做咱的一个目标来做出发点？最起码是一个例，我想我故意做参考。啊，另外当然阿扁啊，讲到人权，我想阿扁这个案，我今天来讲嘛，故意做参考。阿扁这个案，有人讲伊外国，有人讲伊无外国。但是我想要讲，这个有外国无外国这个物件，经过报纸报遐济，我想每个人的想法会作杂的。伊报纸要甲伊抓一个人，这个即卖这个政府都愈来愈巧，伊要抓一个政治犯，伊就袂甲伊讲是政治犯，伊就甲伊讲，伊这个人是倒一搭无拄好。工程对啥无好势，啥物我袂甲你找方找方，甲伊抓。伊就袂讲啊，你政治犯，我就来抓个。我也毋讲伊政治犯，我这是大家心清楚。所以讲啊，变成这个案哦，做一个总统，甲关于六党，过三个月，伊就审判的过程中，一个律师，一个法官判无罪，随换人甲判十六党啊，变个。同款一个案，一个法官判无罪，就随个换掉，迄个法官随个判换一个法官，这样有道理无？这个法律听书内底就无这样子行嘛。且这个叶芳如这个人，这查某，这特勤组这个，走去日本，甲邀请这个叫做辜仲亮，叫辜仲亮转来，因为辜仲亮就有案，都伫日本毋敢转来。甲讲你转来，你照我讲的安尼来打阿扁都无唔对，啊转来我就互你无罪，安尼会转来。所以辜仲亮转来，上头就照伊讲安尼，甲打阿扁。人拢有良心嘛，有一天辜仲亮讲讲安尼害死阿扁，伊有请伊公开讲，讲我做迄个假证，做假的证人，就是越放越。交代我讲，讲我若无人讲，伊就不要犯罪。这足清楚个，像今日卖讲去，今日才证人句话就好啊。这若是美国一判伊，若有证人句话出来，这个案就是叫做 mistrial， 这个案就无效啊。这就变死嘛，变判。所以这是台湾这个情况，这个法律现在是重症一些，所以咱即卖暂时要讲外国有外国无外国，都唔免讲这个物件，都唔免讲。对个，这审判上诶，这个不法的听书，这就是侵犯着你基本的人权嘛，侵犯你基本的人权。这到现在为止，你去查伊个查伊个查伊个证件吼，伊关押这么一个人，伊个迄个这小脑萎缩18%，萎缩伊，英语叫做 atrophy， 萎缩18%，即卖放尿禁未了，即卖现在关伊即卖伫厝内啊。精神有较好，啊！伫放尿禁未了，但我对遐都开始要讲，啊，痛起是有遐尔。一个作为总统的人，你个关于六党三个月，司法的审判，这了无公道，这就是违背基本的人权，违背基本的人权。所以台湾的进步有足济，咱家己爱过来。教育咱家己，互每个人伫头壳内底会晓去想，互咱家己的观念是啥物？李登辉总统定咧讲讲，我是啥物人？讲富的卖，但一条讲我到底是啥物人？我爱家己本身会当去了解家己。所以，即卖世界是连做一体，台湾即卖嘛变做连做一体，但要有进步啊！用进步简单的例就知影，我。每个月立一个进步位，你也立一个进步位。我若
足人工我拢无咧用啊。但是你一天到晚定去咧提药啊，定去咧买药啊，还是去定去治病，创啥物？啊，结果伊就来去啊。啊，去我无用着，我都无用，我嘛是爱替恁阿爸，一大拢摊摊面顶。就变做世界各国人，你即款自由经济，大家做生意。即款中国股票人落去摆落去到底，即款日本也影响，美国也影响，一世界拢影响，即款世界连做一体啊。而且即款大家知影即个即个说伫叙利亚遐就 IS， 即 IS 的问题，个难民一大堆，几百万的难民伫走，个难民要逃去倒？逃去德国啦，逃去北欧啦，四界走，有的国家要收，有的国家唔收。你若无收，看伊囡仔现伫遐，你无收，是，所以这人权的问题，这真。那德国这个国家怎么会收了几十万的啊？我当时报告转来，包括迄个国家伫报告迄三个国家的时阵，瑞典、啊个挪威、甲丹麦，丹麦嘛是收真侪外国人，但是伊即卖嘛到某一个停止，我即卖收遮侪，我变做造成国内问题。啊，你无收的时阵。对不起，讲迄做些基本人迄情况，迄个观念来看，对不起良心。所以这世界是变作讲连做一体，连做一体。所以这有变真复杂的这个物件，人的想法唔是像古早讲，迄个做农业时代讲，阿公阿妈一家伙斗阵弄，是话唔是啊？即卖拢是你的问题，变作我的问题，大家连做伙。变作古早是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即卖毋是讲领导的代志，即卖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即卖台南讲发生什么方案问题，这方案当然方案背袂遐远啦，袂讲方案较背较袂遐远。但是这方案毋是我饲的，伊要甲定的嘛，去定领导的嘛，要定个定的。所以这足济些问题拢连社会，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一下，这甲古早无共款的。啊！这基本就是用人权的看法。像北欧这个国家，伊北欧的国家，用台湾来比的时候，不管水电还是挪威，还是讲这个做丹麦，伊的土地拢加差不多咱十倍大，拢台湾十倍大，人口拢咱一半尔。伊人口拢五六百万尔，咱不是一半，咱四分之一，咱是两千三百万尔，伊都做五六百万尔。对土地拢台湾十倍多，所以咪想提供个收租才这个难民。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世界一个趋，这个趋势就对了。所以我想今日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底下，我甲你用广告方式，因为我经历过一寡代志，我想会到的，我工作可以做些参考。最后是要报一张台湾人，咱台湾人的一个价。台湾人这心灵，有人讲小岛的人比较对心灵较结，但唔一定啊。咱一个海洋，这四边拢是海洋，海洋遐尼阔的，但咱心灵不一定拢遐尼硬。我咧讲北欧这国家，毕竟人口遐少，但是伊讲的这收入这人，伊咪真优秀。但是不到一个某种极限的时候，当然伊会我在想，敢有法度通医治人者？会是安尼？比如即摆总统的选举啊，比如即摆总统的选举，你若要看到在共和党，共和党有一个大好的人叫 Trump， 伊是起诉的，你捌听到叫 Donald Trump？ 啊，伊就是这人讲的，都真大胆。伊讲啊，这律师要逃走来，人足济啊，这人要讲法等于嘛，伊好算你，你看伊嘛安尼讲嘛，啊！在美国伊就讲，伊嘛讲，这人挂电不能挂电，叫伊要赔咱钱。啊！伊讲一句名言，叫做叫伊人叫做是安国美美。你像这个，比如说佮逃走来了，你比如说佮在新华朋友佮帮伊逃到美国，伊只要伊逃到就完了，伊变做一个基地，伊要大家拢伫关地耍，伫耍一个，啊！无管逃到，无管伫个地耍。所以讲就是生囝，生囝叫安国美美，佮咱用一台船啊停过伫海顶，有一个安国迄个物件抛伫遐停了，啊，就生囝，就生囝，伊发明全字，所以伊经常用咱就是讲这個。所以这就是美国时代嘛，进入大量的国家啦，国台湾收入真济啦，国台海地遐
伊个边仔尔，地方个边仔尔嘛。啊嘛，村内面嘛是踮个漂流伫海顶，伊嘛较收留啊。所以人同款有阵，咱直接看来讲，计个啥物有当无饭通食，咱嘛提出面个叫食，不一定讲计是把咱老大。但是人总是这人民的心嘛，对。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情况的，一些出发点。哦，所以我想我讲到这大脑，就是讲，你感觉我等下你回答个电话，我等下公告完了吼，大家啊有啥物准备，反正这我大家做参考啦。感谢，感谢。好。我们还有差不多二十分的时间，我们就准备 Q&A。 我这礼拜有预告，我这礼拜有预告，所以有很多人今天看很多人都有来，我看蠢蠢欲动，哈哈哈哈，有点笑。但是我们我要先说一下，我们问题是一定要简单的，如果你有comment，comment就你有那个comment放一边。但是主要吼，咱个立委无简单来一届吼，所以尽量迄个重点爱抓。啊，咱家己感觉伊讲个袂歹，迄就另讲，咱无讲啦吼。好，好，来，好来。啊，陈委哈，啊，感谢你。我要请教你是迄个三个问题是，两个是甲你甲外口有关系啦吼。啊，第一个就是讲咱。过去你啦、蔡同仁啦、张灿宏啦、啊、陈荣基啊、刘浩存、平平平，伫美国恁真积极去做代志，我替大家做真侪。啊，目前中国是当年都培养足侪即个国际法专家，伫国际组织有真侪朋友。啊，伫美国人伊也用伊个公关公司啊，用企业啊去美国国会游迄个游说啦吼。安尼啊，我感觉安尼大笔的设定，咱台湾即马。无迄个优势啦吼，啊！要请问，咱台湾要用哪像我顶摆读格林童话讲的，咱就讲迄个小财勇敢的小财公司，安怎要伫即个外交上来对抗即个大巨人中国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台湾目前的外交困境，主要就是美国对中国来甲咱打压、甲封锁的即个外交啊，啊，都安尼目睭闭一蕊、闭一蕊安尼啦吼。咱当为着伊的迄个。国家利益吼，啊！美国虽然无爱互咱台湾吼，迄个中国也吃去，但是伊也无愿意讲来支持咱台湾的即个法律独立吼。啊，即安尼来讲，我是讲，台湾人对美国小可也较有一个安尼讲过度较无安尼过度正美好的期待啦吼。啊，我感觉较无成熟。啊，若安尼来讲，咱请问，咱要安怎来？过去伫1949，咱就知影啊。咱即马要安怎台湾过来防止一届讲即个红毛山比出来比大个，好啦。啊，我要请教的就是安尼啦，吼。啊，第三点要问你的就是讲，即、這个咱要安怎来消除即个民进党的迄个 winners curse 啊？我知伫1991年吼，啊，咱土哎，迄个啥洋土甲土土啊，搁迄个民主甲。甲即个独立的争议啊，有1991年迄个台独党纲啊，变出来发的义务的台独党纲吼，啊1999年又来一个迄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吼，啊今年又来一个即、這个什么叫做来一个即、這个什么维持现状吼，啊我是感觉咧，那安尼互阮遮基本支持者感觉啊愈来愈消亡吼。啊！咱要安怎讲？我当然，咱互民进党用真好来，不管国会总统单独就会过关，我有信心，毋免讲就安尼来掠一寡安尼小党吼，安尼感觉讲啊，伫外国我住二十几年，感觉常常会变迄三五个甲你控制掉咧。啊，好，好，好，不讲这样吼。啊，非常感谢我向你，你确实也真了解，你太多代表人，拢是我的好朋友。罗传也好，段龙也好，平平那种斗阵，比我高些，比我成功斗阵怎么样？这个你太多在讲，迄当时阮这辈人吼，伫美国迄阵啊，因早期迄阵中国也无人去啊，无迄落学生去。伊说中国甲美国也无建交嘛，所以台湾有真侪阮一班人去啊，台湾了当留伫遐。所以留伫遐尾啊，伫大学毕业了后，读政治、读经济，啥入去学啊，咧教。
那当然当然是基金会发表论文，基金会影响美国人对台湾政策的想法，这个其他都已经指出了。但起码因为美国在1979年甲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建交了后，都相对着中国去啊，学生足侪，非常侪。即卖侪了吼，因伫啊读册了，全差不多拢留伫美国，因无爱转去。咱台湾是真侪人即卖拢会转，但因无爱转去，因啊无管好个，无管善，拢留去啊，尽量要拼啥。所以留伫啊了，即卖当然伫校咧教册即卖，所以即卖有一个困难，就是讲伫美国的大学内底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各面的即个亚洲人的即个教授，中国人特别侪，台湾人减少。所以因为安尼说，舆论界迄个声音哦，全听到中国人的讲话咧逐渐，台湾人讲话变真少。啊，这去影响伫美国国会即个议员对咱的观感，这是一点一点。阮伫遐就定定咧讲。啊！即卖咱台湾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即卖数量也愈少，即卖真少。啊，去留学的人即卖煞留学了，大部分拢要转来。即个形势都甲中国都倒并过，吼、哦。所以这一点就是简单甲你回答即个问题。但因为安尼会影响到美国即个做美国的学界甲伊的帝国，像 CSIS 啦，其他遐帝国，伊对台湾的看法。就最近不知道有咧报一个叫做 Bonnie Grace， 一个查某学者，伊是伫美国已经发表一个言论，讲说可能即个习近平即摆来去美国访问时，中间习近平可能要求讲，即个说蔡英文爱去承认，即个说九二共识，爱去承认讲一中，伊是讲可能习近平的要求，但是台湾人咧也无这个不讲 Bonnie Grace 讲。叫做叫做蔡英文都爱去承认九二共识，伊是讲可能习近平的要求，但是伊就当下咧不讲，讲这个美国这学者讲叫叫做蔡英文都爱去承认啥物啊？哦，所以伊个当下咧个人报对个，哦，所以这就是伫这个。外包团体内底，因为咱的人数无够，会做变影响力变做无像管理层啊。迄是一个大形势，管理层啊，迄个大形势就是因为甲中国无邦交，啊，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美国人对印象无好。啊，迄阵咱台湾讲做自由民主的国家，做自由或者自由中国，所以迄阵对咱形势，比方说基本的东西，咱就是变影响咯。美国常讲台湾并。用台湾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 台湾也无自由，也无也毋是中国，阮就是安尼讲。哦，但是甲中国建交了，迄盘煞变过来，所以你谈到其实这点就是我一直有咧咧顾虑的点。所以嘛，现在伫台湾的外交来看，就我谈到讲，伫1970年伫联合国经过迄个执行法案，迄个 resolution 啊提出了。一段时间对50几个邦交国比台湾人大概变成30几个，伊这种因蒋介石伊主张迄个按照不同的政策，所以即卖现在甲咱台湾邦交现在变成20几个国家。啊，因为马英九的政策，伊讲做外交休兵，一个主权的国家是哪有迄个外交休兵的？外交休兵就是讲变无外交嘛，无外交就是你这主权无去啊嘛。哦，伊就是讲武汉，伊讲这是甲中国有套做伙。所以现在就是变成马，现在马英九政权落台了，现在就这个说蔡英文起来了，反射这个外交方面的困境，忽然间会变得真大的改变啦。因为这个共产党，伊现在伊甲马英九有一个合约啦，对个合约。你马英九卖讲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安尼我就袂甲你抢你的，抢你的邦交国嘛，伊甲你留伫遐嘛。你现在若民主进步党起来了。先讲下讲，我就是一个国家，我伊即卖就伊抢遐邦交国，伊抢到等于说台湾邦交国有可能对22个国家，叫我变成10个嘛，好滴个。伊即卖有一个困境，就是变成，就是马英九的外交流兵所造成，伊后果会变成安尼。所以后生的外交部长真歹做。我咧讲，我先讲吼，即个因为即马英九到了迄个尾吼，底下。啊，即卖因为即个时势的变化。伫民主进步党内底人，嘛有一寡去中国做生意。
啊，因为出去中国做生意有食汤头的人，伊就加伊减了受迄个大中国的想法，所以伊伫台湾岛内就是民主进步党内伊会软化，所以有阵仔要求讲爱修改党章啦，爱要求讲啥物代有诶无啥物啥物代志来做，这都是伫民主进步党内即款真扰乱的代志。所以甲当时伫1980年民主进步党建立的时，伊总是提出来，因为台湾伊做那个东西是那什么主管部的上面，也变，基本上他们讲已经变过了，愈变愈嫩，愈变愈嫩了，对啦。哦，基本蔡英文就是讲这 status quo， 就是意气很重。哦，这意气很重，这是小话，我咧毛变美国人的想法啦。哦，这很重是很重，刚在咧改变啊。阿扁的时阵呢，台湾海峡很重，但即卖台湾海峡都无同款啦。你知影阿扁的时阵，台湾海峡的现状，即卖马英九的台湾海峡的现状，现在是起对中国对中国有利的。你当时阿扁的时阵，台湾海峡的现状，你若讲平行，中国要分派想对咱，比如说要甲咱食个啥样？但即卖唔是啊，即卖变做，伊即卖含去平衡门，四川省的啥物门，你讲直接发来啥物高雄，啥物，比如说来看到你是一部分嘛。这就是因为咱的负责人，伊无迄个勇气，伊唔敢讲，我就是一个国家，啊，所以互看不起，就来食到啊，讲啊，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怎么来食安尼，大，变做无咧惊伊嘛。所以这民主进步党，这本身这个党，咱就要透过咱的组织，爱不惜改讲，你迄个路线爱讲个清楚，你天做一个总统，你出来你就讲交代好清楚。到底要他炒的什么东西？这应该是按你讲，美国每一个总统要出来选举，因为讲我想要出来选总统，就是我看到什么所在不好势，我要出来改革，为啥？但是台湾今日可能是因为看到中国遐尼强，啊，民主进步党内底多数的人啊，都掉，都已经拢软去啊，啊，所以啊，总统嘛唔敢讲真硬话嘛，所以嘛就安尼，稍微甲你磨片，你讲叫做阿明丘是，叫做模糊是，讲我来意气言中。就变成甲你乱来乱去对啦，啊，这些东西呢，别做一个国家领导人，实在是不应该安尼啦，实在是不应该。啊，这个看，咱台湾人小话，咱爱小话，啊，台湾，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头来讲，咱坚持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咱有咱的价值，咱这价值观甲中国迄边价值观完全无共款啦。咱这价值观，咱未使叫无义。所以你问这点是无，我就是讲无答案啦。这问题甲阮存在啦，啊！伫这问题存在，你别安怎继续改两方，安尼伫走对啦。就你无伊是足贴切的问题啦，但是我无伊个好友，无伊个，我若做总统，敢知伊今日来处理，我唔知啊。好，来，那你固定是电话来，可以是。啊，看到消息吼，啊，我同阮太太讲，迄个讲新加坡。再大迄个担当啥物演讲吼，啊，所以对家己拼来吼。迄阵啊，伫电视看着讲，迄个担当山先生迄个病吼，啊，就来讲，咱们的病再大，哦，我双臂也十担吼。我们对家己来啊，个发疯啊。有一个笑得死啊咧吼，讲有当咧叫阿先啊去摸一个 small town 吼。啊去吼，遐有一间咖啡店吼，啊咖啡店，因来去遐食吼，啊菜碗胖的吼，啊因那个那个那油菜就甲烫烤一袂烤一袂呢吼，啊讲拄多一个黑人，啊就是遐个人夹菜，啊讲这个黑人吼，若看会着，台湾的留学生吼，拢特别夹足大声，同时也好个啦，啊夹到后只囡仔拢感觉着，哎、欸、啊这个黑人对咱台湾人极足好个吼。啊，讲有一个留学生吼，毕业了，你倒来台湾吼，怎挑你去台咧？黑人这大哥甲帅哥写来，讲我感觉讲你对台湾人特别好，啊，到底你是什么原因啊？啊，这个人讲无啦，无什么特别什么原因啦。我以前吼，啊，捌去台湾过啦，啊，阮黑人吼，伫全世界拢叫歧视哦。但是我去台湾了，我看拍恁留白是拢黑人。啊，所以听人讲你。台湾来哦，好，拢加卡住，你知道未？啊，拄则咧讲收留难民啦吼，
哦，什么德国要偌济偌济吼，啊，挪威要偌济偌济，啊，美国嘛咧讲吼，即摆迄个未来一当咧收入13,000迄阵，咱六七十当前咧收入200,000咧。哦，咱今日偌好过吼，一个收入200,000，啊，佫袂使讲，一个高雄科长。高雄市政的科长起来讲，啊，你下一摆先起来啦，水产无够食啦，啊，煞强欠钱啦，啊，毋知大家会记无吼？啊，来，啊，即摆我有一个问题啦吼，以前的台独吼，诶，即款理论也好吼，还是讲策略也好吼，相对单纯，哦，迄个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国家，诶，迄个中华民国毋是台湾的国家，台湾还袂国家咧。哦，拢是用这最简单的理论在讲吼，但是复杂化就是开放选举咧，安尼奇奇怪怪，但是国家也是毋是国家，我讲说在迄个讲话足济啦，啊说真正咱就是讲啊，愈来愈乱，啊愈来愈混乱，哦，即摆有华独，啊有台独，哦，啊两边嘛咧争到咧乌沙沙吼，但最近我有迄个有一寡资讯哦。咱像有一挂少年人，你起来杀所谓的自民主权，我按杀的方式是咧想讲，要求你若有要紧到咧会监督的所有的社团，台派的所有的社团先联署，啊，若台湾的社团五百个左右的社团联署吼，啊，都会个特别向国际进军呐，要去弄全世界，哦啊，各国都来弄，旧金山上面48个都来弄。然后我都甲弄，你讲嘛是甲弄，啊弄到后面有反应为止，你想这毋知可行不可行？多谢。好，谢谢。呀，多谢你条是家己管的吼，你讲起来我拢真同意啦。所以迄个比赛大些，我需要带出来嘛。我就这个明白，因为这比赛大这代跟咱家有关的，跟台中有关的，现在跟台中有关的。我伫2005年也是，可能2005年，我拄伫教会，我去纽约访问。教会是纽约个联大咧开会，即摆就咧开啊，联合国教会，伊个圣罗森咧开会。我伫纽约去开会了后，我迄时咧听到迄个在新加坡个外长。新加坡外长吼，唔过外长，伊在那国内发表演讲，伊在那国内发表演讲的中间，骂咱台湾民啊，批评啊上厉害，批评李登辉，讲李登辉自认伊是叫做啊，有那圣经内底讲伊叫做啊，对，摩西啊，伊讲伊自认是摩西，从犹太人那边传出叫做，传出叫做。海峡的，哦，伊讲说会影响到这个海峡的这个稳定啊。但是批评伊了，批评陈水扁，讲陈水扁的这个是两岸政策，同款的引起这个太平洋，台湾两地区的这个不稳定，啊，这去伤害到这个心理，伤害到这个是新加坡的利益，所以伊拢咧骂咱台湾，对李登辉骂起，然后去骂。陈水扁，所以伫我伫遐了，我听伊讲，伊安尼讲吼，我呾交代咱台湾伫纽约会办事处讲，你甲提起来做一个外长，新加坡的外长吼，伫联大演讲的专篇专文印出来给我，我转来我呾伫会议顶头对头啊大家会，啊我就咧想讲，即不来小可甲反击就袂使。哦，没有分给我，因为这损害人，我做这个话，我这是主权，我来保护我的国家嘛，我国家的尊严，我哪会使让咱人家看到你的是你的政策，你要安怎做？是你咱是利用你的国际政策来在批评咱台湾，将你留去批评咱对陈水扁来。我有迄个义务，当保护台湾人的尊严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要想安尼，阿袂做先，拄好有一天哦，咱做。啊，台南，咱台中有一团，拢全查某个，迄团哦，到约时间，你去外口无找我，迄个考试个，唔知甲考试个有关的，解错去啦。
但是说找我啊，提一个迄落做图吼，画一身台湾啊，画一身台湾，啊有两支卡，搁要行出去啦。哦，伊就是俾外国部比较鼓励讲，哎、欸，你做外国部台湾，咱会当行出去。哦，啊所以约一个时间，啊约好一个那就外国部，啊都约迄个时间，我都因为外宾伫啊，你甲我讲的，我怎交代内底，一个讲你先甲接待。台中去集团，但是我跟这外宾姑娘，我才随时来。啊，因为外宾，就像咱这集团的时候，要入去外部吼，普通拢无汽车，都未使有汽车的。你我，因为我唔是公开的汽车会嘛，那公开的汽车会，我就别讲，我确实要传入汽车，我来去讲的。啊，这是一个社会团体要来找我，所以未使有汽车的。所以我跟那些外宾讲的了，我就去啊，啊，因台都用出去内底啊，啊，我入去就开始送我，用图讲讲说咧，讲台中的什么团队讲，啊，有使命啊，讲要甲鼓励，讲台湾要走出去。但我就真坦白，我拢台湾来，我讲台拢台湾吼，我就从现在这都无记者，我从就台中来拢无记者，我就台记就解雇啊，从咱关系内底统统无记者。啊！伊尾就已经拢有 screen， 拢有检查过，有记者。我就足大胆来讲，哇！多谢，你要考虑讲台湾来行，我100%同意。我就讲，我那咱还未做到半行嘞吼，还未做到半行的时，一个比赛大诶，一个国家的外长伫电话报着，我骂到无势好嘞。我就讲，伊那外国长伫电话报着批评，哦，我就讲伊安那批评，你留意安那批评在哪里？我爱这。伊这股票吼是完全咧破中国人吧？我来讲啊，你着大众用心嘛，就我着诶，我个性着安尼，讲应该讲，我无咧听呢。我讲啊，这着完全咧破中国人讲中国好听嘛。啊，这毋是记者会，这是大官伫内底讲，我想内底无记者咧。啊，所以讲啊真爽快啊！诶，无偌久吼，电视报出来讲我报啥，但原来我你。较奇怪，内底都无记者，安奈即个话呐无？伫咱台中集团内底吼，有人伫内底翕遐物件，搁录遐物件，转来，伊要甲因遮朋友讲，我有去找外国部长，啊，伊讲啥物，我放安互因听就好啦，因免搁甲伊，唔免搁甲伊解释。所以内底迄团内底有人吼，炸迄种，毋是正经伫我伫遐做伫台北的记者入去内底，毋是啦，是咱来到我讲话伫因内底。伊家己炸来迄落物件，代表是要带录影出来。我讲了讲，即个物件就毋是记者会讲的，啊，所以即报材料，我那讲啊，即那有即个消息，那到底要出来对来？迄就是来龙去脉就是安尼啦。是我啊，但伊名咧吼，嘛真侪人甲鼓励讲，我做台湾人真公平，有你种无种敢讲名，就算。好名字叫做 LP 就样个，就是 LP 哦，诶，变做叫做男他了。你听我讲男他，反正讲 LP 了噻，反正单龙戏蛮少的，就变做。啊，我今晚你头头咧讲咧笑咧，我来报一个笑，你可能捌听下。咱今晚台湾所拄着问题是中国的问题，那有这中国，咱今天台湾是足好个。台湾咱建立一个足水足好个国家，但拄仔咱直接唱伊个歌，哦，咱即主题歌即个话会代表，咱遐尼水个山脉，遐尼水个海洋，遐尼善良个百姓，主要是中国问题。所以即摆一寡即个研讨会，即个拢无咧讨论中国个，若无中国伫遐，咱就是真好过。啊，所以有一寡台湾人。较早去啊吼，去美国访问啊，去美国访问就朋友来问啊，讲你对来啊。啊，咱同一个朋友就讲，from Taiwan， 要from Taiwan 啊。那朋友听哦，听你讲台湾，你想，甲你讲台湾啊，我是泰国啊。你讲from Taiwan， 你讲from Taiwan， 你讲，啊，台湾人我听了哦，伊就英语就直接我 A 啦，就是无真完全 A 啦吼。伊就讲 no。我唔是你甲讲，我讲台湾，你甲讲泰国啊，讲弄，啊弄了要安怎讲？讲 from 即卖讲
from Republic of China， 我的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哦，就变成自由中国了 ，Republic of China， 你这么听来，哦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个更加是 People 啦，比如印度，印度听着，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讲哦，那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但是他们的人不会跟你说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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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到底是 people 喎，我是讲 republic 嘅，你讲你 people 是 republic， 我我看准 no people， 我最惊就是咱就是拄着这 people 嘅问题啦，那无迄个 people 吼，咱就无问题啦。系，系，来，来，够吼，来，够。好，当然不要，他们想你是要骗人。诶，宗教，我只要三分钟管理了，病人治疗，好不好？等你请你看的，这个管理了，副作用你所讲的，改完了，搁改加罪，七年后伊应该受报应啊，伊搁甲判七年的罪，所以伊跳出来等时光，啊，这人收集了，好，我请问甲印人管理，啊，今下如果假如等伊几下害，啊，无是啊，分了大家听你看着。哎。啊，搁我有三点要拜托你，那民进党用卖协商哦。迄瓜庄交已经甲国民党是老年的国土，老年的国会，你知影无？哎，一直协商，有足侪民生足困难的代志，拢无在着替咱出水，你知影无？啊，咱百姓民不聊生，唔敢讲一句话，像你讲的，你讲比赛大，你就敢讲的，因遐先唔敢讲，为百姓拍拼过这个经济，啊，自杀的人愈来愈侪，因困苦的，你无当借钱啊。啊，甚至造成社会愈来愈歹，经济愈歹，甚至土匪抢劫的愈来愈多。你看即摆，因社会已经啊，骂甚至伊都是总统，伊都不爱做总统，毋是咱无爱做总统啊。那伊甲你讲是甲叫我女儿啊，哦，迄是伊毋对啊，吼、哦。啊，你看安尼，囡仔伫政治台北，已经第四个要上政治来杀人，啊，你社会拢乱呢啊。治安若无掠毒也无在掠，啊，若两段式的掠，甲变量着。差不多一排，暗时才九点，我就唔敢休困。我拄才要来，伫南门路，我甲迄两个警察笑人，讲民不聊生啊！你搁掠干安尼？爱干掠两段数，若抢劫杀人诶，还是讲较困苦诶？你唔去掠掠，到你唔对面顶掠，你枕头唔掠，下面我唔是讲唔免掠，嘛爱掠，已经危害到国校啊来啊！啊，国家都拢怀疑啊，未来出两个拢总无效啊！拜托卖协商。书啊，一定要改变。吼、哦，啊，搁来啊，变啊，这个声音袂使无。我讲已经做不使，啊，搁来一项就是讲嘛，咱还搁有一项讲，一个月十六条，拜托民进党讲者，咱只要生路。OK。咱勇敢一个讲出来，哦，这是咱百姓。我是优点是咱民生上，不做起去就无走路啊。啊，咱百姓赚的无够呀。啊，最近你甲看，搁裁员真多。过来，也阁一个问题足大个，即个囡仔若去贷款，花歹富就出来啊，你知影无？啊，即你看要安怎？即是咱民生为什么百姓无在了？即个困难，民进党四十一个较输个咧，黄信介时阵十四个，即我讲，咱来大检讨，啥人百姓反对民进党这样子？是啊，时代力量起来，民不聊生，不搞，因都拢恁内行个，唔替因做。只要遮戆，遮少年仔唔捌代志，去你做了后，因无法度啊，因但是伊无经验，啊你佫唔敢教，啊我来讲，啊你佫惊大汉就是自私嘛，咱就是无合作就害人了，咱台湾小卖呀，无可能呀，就是合作才会赢。大家要有心，北平较大咧，哦，甲蔡英文总统讲，要选总统，北平大较大，唔免惊啦，大陆袂甲咱讲啦，但是你安心。是你甲咱吓的，啊！前辈嘛，大家毋是死咱一个尔，规边拢弄着，伊嘛无爱咱这费事啊，伊无怎处理啊。讲一个，咱爱勇敢就对了。我拜托，民进党啊，你来，感谢你。好，谢谢，就这拜托，请你发言，感谢你。多谢了你
你的这种想法什么样？这我是嘛听真侪啦，这样这台湾真侪问题，肯定是卖旧过时，变当在执政吼，虽然各方面拢差不多不但无进步，搁在退步啦。所以即卖就是讲，那从民主进步党执政了后，这个蔡英文应该也有真侪工作爱好好去做，大家对伊爱有一个支持甲期待啊。因为他们提这事啊，当然经济即卖食袂饱，即卖乞食足侪呢。伫台北，伫遐咧分钱乞食真侪。古早时我，当然我囡仔时捌看乞食咧，即卖毋捌看即卖哩。我即卖咧上班拢坐捷运，我到台大病院遐落车吼，啊要行入去即个地方医院，我再经过台大病院，我真侪人倒伫遐拍起。他们更这配合他们那分钱，这是真可怜的。所以民生痛苦啊，这个台湾的社会安全、保险制度等等，啊，尤其这个金融改革，这个整个的种啊结构要重新，我想蔡英文应该是真清楚。所以未来总统。应该工作非常非常多啊！啊，这个，就是我呐，希望讲大家若有机会，呐，甲反映互伊知影。当然，我会当今日伫遮所得到一寡，会当加深我个，你讲个问题，我拢有同感，拢知影。我会当加深这个。咱东部来讲，伊讲老师，咱也袂积极啦。这就是你，咱边境段个小寡小政策，无法度。你若八十唔敢开，人足侪，第一惊白色恐怖。这个也影响啦，啊，这个无无这热心的人也真侪啦，无关心这个国家，大家国家希望，譬如有一个大家都无迄个心啊，啊，你要安怎，啊，就是变作民进党靠料的，啊，才只少年经济，恁有敢过半，咱才有才料。是啊，是啊，这改革，这就是要拜托的。国会了，你爱过半，这吼爱当用啦，一寡这个所谓时代力量，顶顶这个。哎，合作啦，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你是团结，恁讲团结，拢无团结啦。民进党就是安尼尔。咱都爱对外口的形象，外围就拢甲顾好，讲你一定爱团结，你一定爱做行为，就是变作咱每一个人，咱有人咧讲一个政府好歹，甲咱这个百姓素质有关系。你百姓素质好，你一定有迄个力量，有迄个用心要来顾这个政府，互伊行好的路去。所以每个人有一个精神，我想这。这台互相鼓励，啊，咱发现咱的缺点是啥物所在？啊，经过马英九这八党的执政，甲比较这个说，陈水扁过去迄个执政的话，刚才建设来讲，建设咱马英九是八党有建设啥物物件？啊，比如说迄大建设看偌济，佮省钱省偌济，对不对？所以这大家真明显的对嘛？所以讲来讲去嘛是本地人，咱是台湾这人，都有心要过这块土地。啊，因的心就是讲，因来伫这舞个叫中国身体，伊嘛无咧烦恼嘛。所以即摆选举，我国民党即摆揣无人通去选，这党已经差不多拢崩盘了嘛。所以咱嘛讲，大家气势，大家这气势，哎，咱结合起来，啊，利用这时阵，大家吼来出来，为了这个利益都来拍拼。哦，我想最后啊，大家鼓励啊，大家最多些啦。有错，政治啊，你难免有错，无满意，这是难免。我不过别讲做一个当真圆满的，我想这爱一点时间啊，大家互相敬来敬去吼，我感谢大家，感谢。好，谢谢吼，那就先是一个感谢状，先来送给咱的陈立伟吼。台湾自由风，故事这个书吼，阿兰买来送给咱的。